前刚刚欢度40岁生日，他24日在 IG 曝光一系列为时尚杂志拍摄的最新画报，发文写下40岁以后。照片中他完美驾驭多套不同款式的休闲风格服装，每张照片都时尚感爆棚。其中一组照片，他顶着一头微乱的头发，身穿针织毛衣搭配短裤，模样非常逆龄，完全不像已经40岁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20岁的阳光大男孩。他还刻意嘟起嘴巴，做出俏皮的表情，瞬间萌翻大批粉丝啊！一系列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大赞他好冻龄，又帅又可爱。老婆柯佳嬿也现身留言，请不要看起来比我年轻，谢谢。令网友们瞬间都笑翻了。